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我省代表抵达北京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忙碌的会前准备工作。大家认真学习相关大会相关的材料文件，继续修改完善各自的议程、议案建议，为开好大会做好充分准备。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杨松代表多年来一直关注的课题。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将提出多项修订法律的议案和建议，涉及诚信社会建设、修改反垄断法、修改公司法等多个方面。我们知道十四五，我们辽宁要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那么这个一流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就是法治化是它的基础和核心，所以我们就要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做的这个法律上的完善，以及这个信用环境建设、诚信环境建设，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互相交流探讨，查阅参考资料，修改完善建议，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科技创新、数字辽宁制造强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都是代表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主要是围绕这个继续深化公务员改革这方面，提了三个方面的建议，加强公务员功能定位，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更好的为人民群众服务，优化中小学生课程资源，另外一个是呢，是修改完善呢中小学生教师的职称制度，这样的几个建议能够促进哈咱们国家教育的哈一个更健康良性的发展，加快政务数字化改革的建议，希望通过这个建议促进相关工作的落实，让企业和群众在数字化政务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养老呢是很多群众高度关注的话题，今年我准备就加快医养结合产业的发展啊，包括政策支持和资金配套，提出相关建议。虽然我省的代表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使命和担当，那就是要用自己手中一份份事关辽宁振兴发展、反映社情民意的议案建议，向大会传递出最真实的辽宁声音。本台记者北京报道。